竞争的一个变化球，看起来是一个变速球。许文雄呢，前一次的初赛就是碰到统一狮队，跟克里斯同场先发那场比赛，这个曾经因为好坏球啊，引发球队总教练跟裁判之间的抗议。杨宗贤这一棒打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滚地安打，而且现在要冲二垒，这个球回传过来 ，safe。我的跑垒观念很好，如果把这个一垒安打跑成二垒安打啊。这个中间当然中外野手的传球呢也没有到位啊，也是主要的原因啊。在处理球的时候稍微放轻松了一点。我看这个内角球打得很好，打穿了中线之后，关键在中外野手接到球以后的一个很快的一个传球，当然也没有什么耽误时间了。不过主要的还是杨松贤的跑垒很积极，顿了一下以后决定要跑二垒，正好是快了半步。杨宗贤的脚程啊，不能小看，不能轻忽。